一定很高兴，我是一个怪先生。啊，多啦，先讲下诶，严主任哈，谢谢。哦，我直接看，然后你看起来看白看一点。但是现在大家去台中吼，参加迄个蔡英文主席的一个演讲会，还佫看起来大家。我要来的时阵，我伫想一个代志。我会记我是伫做那个吼第四时阵，我是讲杨达文律师吼，甲我问一句话，伊讲吼，你捌想过你家己伫想代志时是用啥物语言无？我讲一下，我讲什么意思？伊讲你是用台湾在想，还是用北京话在想？啊，我自细汉吼，我若伫厝里讲北京话，绝对去用爸爸骂。所以我真自信啊！我算说伫我迄个工辈吼，我去演，昨昏咧看遐，啊，阮朋友内底吼，我自信我台湾是讲了袂歹。然后是讲我家己吼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开始在想代志，我发现哦，我想代志是用北京话。非常的不平，为什么会？因为你爱考试啊，你爱小学一年，爱考小学一年。我的北京话无台湾腔，为什么会？我细汉是读幼稚园，我是去迄个天主教幼稚园，我这个内力吼，桃园甲中间有一个内力啊，一个幼迄个天主教堂，啊，迄神父是外省人，所以我自细汉都北京话讲啊，完全无腔。所以很多人，我后来来台北读书，很多人对我外省人，哦，这想奇怪，你哪想讲我外省人？后来我发现讲哦，按幼稚园、小学一年一直到大学，你伫学校背两字，转来厝里，你伫写功课，你当然是用北京话在写，考试用北京话，电视北京话，台视用北京话。啊，阮爸爸甲我妈妈甲我讲台话，啊，哪会好事？所以我后来就一个朋友甲我讲讲哦，咱台湾的台湾话、普通话，啊，搁即个母语哦，会变做啥？母方内底语言。所以我即个结婚了生囝，甲阮大家大做，阮大家台湾话哦，讲话都流利啊，一部分嘛都甲我讲。啊，伊的北京话就甲我讲，比如讲，伊叫阮囡仔起床，伊起来嘛，起床伊会变做起来。哦，啊，我常常讲，我妈妈你。甲伊讲一般话都袂要紧，你嘛甲伊讲台湾话上好，讲一般话嘛袂要紧。莫甲伊讲北京话，我歹势甲讲你第一北京话，你就无需要甲伊讲。我讲咱即摆囡仔吼，即个去按幼稚园开始，吼、哦，绝对你要甲伊讲北台湾话就袂好。啊，伊拢是相信，啊，哎，我自然就会晓啊。这家族人都晓，那是伊的经验。嗯，阮婆婆伊在成长的过程内底，就是拢用母语，拢是母语的环境。哦，所以他当时教授嘛讲啊，因为我会记哩，小时阵爸爸伊读台南一中啊，伊读物理的时阵吼，因物理的老师上台会讲，啊，北京话讲袂练正嘛，猫皮讲做喵皮。所以用台湾是会当教物理、教化学的啊，是咱无予老师教的。啊，所以阮婆婆迄阵啊，我后来发现讲，伊有一个心理障碍，因为修行甲我的这个修行的姐姐，我叫阿姑吼，伫校拢去用发生过，嘛挂过告白啊，伊感觉讲是伊害着伊的囡仔，所以伊就足紧张。要甲伊阿孙讲北京话，伊唔知讲时代颠倒病。我二个讲我妈妈，即摆囡仔吼，你去学校就算用钱甲想，讲你若讲台话，老师收你钱，也讲袂出嘴，袂好讲。我头家老秀贤做馆长的时阵吼，我有一届代替伊，定迄阵定代替伊出，代表伊去参加各种活动。有一届就去参加宜兰市中山国小。那是日本时代做的，吼，是苏州邮票吼。阮头家就是迄个校毕业的，毕业典礼我去遐致辞，我就吊工用台话讲，佮遮囡仔讲讲吼，台湾话古迹哦，是足水的哦，安怎安怎吼，啊咱就利用迄个伊个休假时阵，甲阿公阿嬷吼，安怎安怎，结果吼，伫阮家对面迄个囡仔，伊就是毕业典礼迄年小学六年。
啊，拄着我，我就点了他问讲啊，阿姨这样去讲话吼，啊，你听无？只听懂一半。哎，别个拢支持民进党诶。